大家好，我是品冠。那今天非常开心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变魔术，那我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雅雅姐，谢谢，来协助我完成这个魔术。记得哦，老师说对助理要温柔一点。真的？嗯，好。好，为了表示我的心意，我先送上一张卡片。这是我对您的谢卡。对，好，那我今天要变的呢是一个扑克牌的魔术。嗯，好，这个扑克牌，好哦，这是没有重复的牌哈，这是一副我洗乱的牌。嗯，好，好，待会我会做一个洗牌的动作，那在任何一个位置你都可以喊停。哦，好，好，都可以喊停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停。好。这是你刚刚喊停的一张牌，哦，手法很漂亮。你不要让我看到这张牌哈。哦，那我们要看，我可以看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让摄影机看一下。好，可以吗？记住了吗？好，记住了。记住好，好。嗯，你放进来。放进来。随便放。随便放，随便放。好。好，然后我洗一下这副牌。那为了确保我没有在这副牌上做手脚。嗯，请你也洗一洗这副牌。我也洗牌。哎呦，这个就厉害了，随便洗哦。这个可以假手他人的哦，都可以洗。对对，洗有多乱就有多乱，对，要多乱有多乱，可以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行。好。哇，真的洗得好乱。好，那现在我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找出你喊停的那张牌。好。好。那这里有一块玻璃哈。嗯。那这个玻璃呢？待会我会把这副牌。弹到这块玻璃上，弹到这块玻璃，对，弹上这块玻璃，然后那张牌就会粘在这个玻璃上面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很难的。好，准备好啊。啊，好了。哎，哇塞，有穿墙术哎！好，雅姐，麻烦你把你的手摸一下。这个玻璃哈，把这张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哎，拿不下来，对不对？真的拿不下来。你可以到后面去，哎哎，这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弹得太用力了，哎，所以把那张牌弹到里面去。我把它拿出来哈，请你把上面这块玻璃拿起来，掀起来。好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刚刚你喊停的那张牌是什么牌吗？那一张牌是红心一。红心 A 嘛，对，红心 A， 红心 A 哦，我看看，好，各位观众，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？我先收一下哈。要做的事情，对对对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了，所以只能够我自己来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说好干净 ，OK， 厉害厉害。好，现在下一个呢，这个会需要更多的功力，对，这副牌也是一个完整的牌，对，一副新的牌。哎哎呦！好，这也是完全被我洗乱的一副牌。对 ，OK， 嗯，好，好，那雅姐，麻烦你从这副牌里面抽出一张牌，随便抽一张，随便抽，好，你可以在这个牌面上面签下你的大名。哦，好，对，或者做任何的记号都可以。嗯哼，好，做好了，大家要看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要看要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。大家记住这个图案哦，你自己要记住，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，你画过的这个脸，嗯，不会有任何 copy 的，嗯 ，OK， 好，我现在把它放到里面去。好，雅姐，我需要你协助我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切牌，一半的这样切，就移过来这里，好，对，好，再从这一叠，移一半过来。再从这里再移一半过来，哎呦，对，好，再从这里移三分之一过来，三分之一，哦，有点麻烦，再从这里移一半过来，我们节目这整个都切乱掉了，好，
可以了吗？你觉得洗得够乱了吗？我觉得够乱了耶。够乱了哈，可以了。刚刚我们第一套魔术那个那张牌弹到那个玻璃上面嘛，现在呢就是也是叫做物理转移的一个魔法。我要把你刚刚签上名字的那张牌，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什么地方？就是你手上的那个信封。哦，你给我的卡片吗？对。怎么可能？你觉得不可能？它是封起来的耶。不相信？相信吗？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好，来。真的吗？借我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刚刚一直都在你手上的。是啊。这个对不对？而且我还藏起来呢。好，打开来看看。好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这是一张很特别的卡片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张卡片，里面有一个小信封，对，麻烦你将你的手伸进去，把那张卡片拿出来。哎呦，好紧张哦！哇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！太神奇了！这真的是你画的吗？是这一张啊，一模一样的。哎，这是不可思议耶！哎呦，真的很可怕哎！难怪还有这等功力啊！哎呦，坐那么近，坐那么近，你都完全，我觉得不可能的，因为卡片一直在我手上，而且是连起来。刚有看得出来任何的破绽吗？没有，我有点担心。其实我刚有点担心，这个简直是幻术的，这个很可怕，很厉害哦，是超能力的那种感觉。梦想中，刚刚突然一刹那觉得瓶罐很迷人，突然发现他好帅，对，超酷，只有变魔术的时候啊。其实他蛮有天分的，对啊，真的名师出高徒啊！教你的老师是哪一位？啊，老师是年老师。其实不错，对。那品冠怎么会无缘无故来跟老师讨教一个魔术呢？因为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。对，压力好大，这个比开演唱会压力大多了。是真的，真的真的。所以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跟我们说一下。我这次啊，其实也是来宣传我的新唱片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也有推出了新的国语专辑。哎呦，那我之前出的那张是英文专辑，那这次是一个全新的国语专辑。哎呀，好，稍微可以。谢谢。哦，两位，所以今天这个搭档是惺惺相惜啊，一个是出新片，一个是宣传演唱会，是太好了。而且今天又学到了就是另外一个不同领域的东西，是怎么样当一个成功的魔术师，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助理，哎呦，非常好，谢谢他们二位，掌声鼓励，谢谢警官，谢谢。